那不就平房吗？好，升了。你是不觉着你在塔下这个样子，我可以不杀你，我的老妹儿，我的刀妹妹。我的的凹刀摸 A 妹，好，他生了，那还是算了。我说实话，刚才我想动手来着，不过我仔细的一想，这小子有启迪呀，这血条都是假的，俺们上去很有可能会被他给骗了。平 A 拔不了晕，平 A 接抠，平 A 吃药，致命点炎。闪现了就算了。上当了，兄弟们，他生了。他是怎么生的呢？他生了一个 W， 这波不该呀，猴哥，该不该的？我说实话，我有点血性了，你知道吗？由于上一把给我打的穴位有点难受，所以我这把打的穴位有点血性。真鸡儿菜呀，这刀锋的，我居然被个菜鸡儿给杀了，我接受不了啊！这E给你放的，谁家寒冰？我们家寒冰，真他妈的猥琐！往中走一波，往这大树赶开一下。这辅助怎么回事？啊，这辅助怎么回事？这干哈呢？给我踹他！我踹他！哎呀，我抠死你，漂亮，抠的那抠歪了，那辅助三级跑上路来了，你还玩不？我想问一下你，你还玩不玩？我们在这耗着他啊，我们假装不知道，其实我们什么都知道。我们假装不知道，就在这耗着他，让他下路没有人。哎呦我，他生了。我要是这个刀锋啊，现在这个鳄鱼他已经死了。刚才我双段 E 他就应该直接甩大，甩大我就死了。这英雄伤害呀，就是这么的恐怖。能直接秒我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，说明他是真的菜。刀锋打的一点血性没有，
학살 중입니다.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그냥 제압되었습니다. 来个铁刺鞭！你不杀我，我可要杀你啦！为什么中单是个大树呢？少点持续伤害，没啥虚区。 还没完了，你这葫芦！小心点吧。 这落瞎游走，不会这里头有俩人吧？应该不能。嗯，你瞅那刀锋给你拆的。 这E给你放的，只要下路没有人，我们就小心一点啊。 护甲还了，1850。你是不是他妈没完了？我发现呐，你没完了是吧？我操你猴子的！ 还没完没了了呢！那10分钟往上了跑几趟？他咋又跑过来了呢？他复活的是真快呀！ 这人老搁旁边吃经验，咱也没办法，是不是又搁这儿呢？不打了，不打了，能不打则不打。我可没大啊！ 又来了，这回都不跟我藏了，看见没？这回都明着来了，这回直接给我出来了。
那峡谷先锋动一下呀，我走了，我可不跟他打。你跟谁俩？哎，吃他个红，吃完红我们打个石头人儿。我发现这左一挺恶心呐，我用一个挺近他能捡一个是不是？这把才321，亚洲捆绑可以。2936，蟹手需要3100，我们回家等个3100块钱进货，上路杀一波刀锋。来挺进大招 A 接Q，平A红怒晕，平A E。因为在意，哎呦我这伤害有点高啊，刀锋出完破败伤害是真是有点高了，没有这女枪我打不过他。不过也确实他装备比我好，他有布甲还他还有一个破败，我们就一个挺进，我要回趟家他应该打不过我。关键这鳄鱼这英雄他也不掉血呀，你说没法回家，你说你回家是不是因为你状态不行，这英雄不掉血怎么回家？快跑，打不过，溜溜溜。3100加1100等于4200，我们攒够4200再回家吧。差100块钱，把二塔拆了，正好回家。要不攒个黑切再回家吧。
差不多了，这回回家吧，没有小兵了呀。石头人马上刷了，我们可以把他石头人刷了。不要给敌人留一针一线。马上等个红，红也刷了。先收波兵，收完兵打个红。哎呦我靠！打个红呢？적의업적을파괴했습니다打个鸡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推波谢尔，游戏结束了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啊，亮个相啊兄弟们。哇等级还是很高的啊，我们14级。